花卉旁边呢、啊？这是花卉、啊，那是吗？可是他们家在瑞典呢、欸。他的地图就写在这条路上面了、啊。他们家在瑞典呢、欸。一样啊，他们跑这边。对，在东海那里呢、欸。那他怎么跑这边？啊，抽到抽到啊！不要！你要二姐姐怎样？不要，有点丢脸哎。